这是啥直播？卡拉一定要幸福，卡拉是条狗好吗？卡拉 OK 一定要。不知道找不到那个 KTV 了，他们马上再来了，好吗？马上就可以看到 Jaden 和 Kayla 啦。有些粉丝跟你说 hello，
お三が非常に珍しい病気で長時間日光に当たることができる。ソケリ love。开心吗？送给你苹果，还有 love， 谢谢大家。爱你们，爱你们。我的名字是 Haruko。今天唱歌特别好，对吧？而且今天第一首歌了，马上就可以出击的。然后他跳舞，你跳舞特别好，是吗？哦，送给你花。开心吗？你想吃棒棒糖吗？他说是 Phoebe， 然后来的时候你可以说谢谢 Phoebe， 好吗 ？Phoebe， KTV 啊啊，有懂？写什么 ？See， 谢谢 ，I love you。啊，说说什么？看到。啊，说什么？谢谢，谢谢，我也爱你啊，我也爱你。亲个。我刚才忘了怎么唱了。那开了。他们说很喜欢你，你今天心情怎么样？好。累吗？你看开了现在少颗牙，但是这颗牙不是上次那颗牙，因为上次那颗牙已经长出来了，这是另外一颗牙。大家看，上次是左边那颗牙，现在是右边这颗牙，对吧？所以开了，再过一个月就有两颗新的门牙了。凯拉最近胖了点，因为现在在家里面。为什么我胖了？因为你现在没有那么累了。录节目你太累了，你看现在。我没胖，好吧。太瘦了，你胖一点好看。你看现在小脸多好看。没事，来，都能运动。是长出来的。哦，这个歌好好听哦，你喜欢啊？你喜欢吗？这个胸。
陪伴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吃饭的时间，然后谢谢大家，刚才我直播了，然后来，因为我看到我的老大 Yasmin 唱歌，所以我要来直播一个，谢谢，好开心跟你们一起分享，然后我们很快就见面了 ，OK， 哇 ，say 拜拜。Bye. Boy. Boy. Bye bye. 再见.